没想到你是歌星的料，还不错，听吧。好，谢谢。帮我站。太错了吧。我今天在地勤的时候，本来以为他蛮奇葩，做的成就23.9，但我们其实是24，就差0.1。然后想拿出0.1的东西来，所以马上就闷，说0.1，先把他给骂一顿。但是后来不上飞机，外销给了我们豪华经济舱。我已经超欢喜，我们竟然花一半的钱，然后坐到豪华经济舱。如果你有看这个影片的话，我可以说是谢谢。我不可以用别人对我们的一点点小态度，要否定这个。这个位置很好找。啊，你是转机的，我等级已经是长途的了。观察力，高级手机。马来西亚，我已经超久没有来了。这个机场很大，我现在搞不清楚它要到哪里去入海关。你们要查找一下，我每次都跟着我去哪都不知道。嗯，入海关是在那里还是那里？那边，谢谢。走到迷路，在那里，每天跟着我走干嘛？大迷路，马来西亚机场实在是太大了，走到不知道怎么走。它这一行还要再搭一个接驳，就一个地铁。这次马来西亚行的话，就是只有你跟小潘。你有把握我要的镜头都会拍到吗？啊？第二次。你有把握吗？有。Is that free? Yes. Thank you. 柠檬汁。谢谢。刚找不到，我在里面迷路很久。哦，没关系，你跟我好了，来。第二，没有办法入境的资料。你们有办好吗？完蛋了，要上网登录出示入境的表格资料。哎，现在你们都没有弄好，什么都没弄好，怎么办？你怎么会不知道？啊？你怎么不知道？傻眼呢，你们。现在开箱在中心。看看不好看吗？好看啊。我想看，不知道说吗？下面留言。吓死我了，好险遇到你耶！谢谢小辣椒，谢谢。谢谢小辣椒，啥也一切都没有弄好，都你们啦！我现在表演拉的旅行团，真傻耶！看不出来这是考，我也觉得。那我们在里面迷路两次了。跟着这个旅行团不错，他们有那个旅行通道，我们就跟着旅行社一起走啊。关口袋哪找不到？签证要先填好，你们也不知道，然后先运到人家。那你找人家。这么漂亮。谢谢你们让我们加入你们旅行团，大体机关谢谢。小辣椒领队带我们走这个亲子团体的通关，没有小辣椒帮我们排队，然后等下发现没有通关的那个PIN码，再重排一次，认真看一次。之前两个月前是都没有，最近才有。哦，你们都没查，你看，好，有缘再相聚，谢谢。好，对，我们谢谢你，总是尽力的。谢谢。好，拜拜。好险跟这个亲子团，换两个，真的是大便。现在怎么办？那行李箱怎么会不见一个？现在行李箱少一个黄色。怎么办啦？Thank you。还有一帮吹过来的，可能被别人吹到那边去。找到了，找到了。不见我就疯了。你就四天都要穿这件。你准备去哪了啦？我有病吗？我是变老了吗？没有啊。真的吗？马来西亚是一个比较国，很多暗的东西都是不能拍的，就很像新加坡可能有一些身上的妓女啊，马来西亚的是没知道不能拍的。那小姐场可以拍了吧？小姐可以啊。他在拍戏耶。哇。Hello。我们就是要来这边住的饭店，是让人拍的。我们住几楼啊？四楼。顶楼哎，我们住 rooftop。它是临界的那一层。哇，太金碧辉煌了，真的很高级耶！这是私人会所，这是泡澡哎。对吧？泡澡。这是我的房间。这好像挂灯塔哎。哇，那厕所高档的，我喜欢这里。那这里还有一个地方，就是给你看剧本。KTV， 这个很厉害哎。晚上自己一个人回来，然后一个人站边，可以在那上拍的。这里呢，可以是安排厨师来做一个private dining。对，他在后面哦。这个是第二间的厨房。好棒哦！我要疯了！哇，这个也很屌，这个也是浴缸，这样吹的。
可以聊，还可以聊。另外一个客房。哇，这间还有客房哎，他每天都有厕所。有啊，每天都有厕所。这个场景住在这哎，太棒了，这里很适合大家起来然后开趴的。家庭聚会。家庭。我去看我的单纯好吗？大家可以这边乱七八糟。父母亲都很担心小孩子去玩水，然后又没时间照顾嘛。怎么杂交趴？没有杂交。你想吃什么？完全吃当地的。当地。耶，我去吃饭，耶耶耶。这个店倒也不错。这种我们就叫 coffee 店，鸡蛋咖啡。没有咖啡。你看。咬一口皮蛋，眉头很皱。然后来再喝一下，快一点。小姐场是什么样子的？里面的征服客人吗？废话，没看到我未来马来西亚要什么有什么，但知道我很厉害了吧？哎，你们真的到哪都要靠我搞定。现在排队。对啊，打一个鬼啊！这样比较方便吗？在感受中。好啦，上车。五分钟。对，准备上班了。这边小姐的真的很像。那先去吃饭，吃完饭之后再去上班，然后看看今天会有几个客人，搞不好客人还不错，那就直接待在这边，直接放工作。我准备要来上班了，有符合标准吗？有啊有啊，完全就像。我还要带些更露的，为了达到店里面的要求，我可以再换。今天去吃饭还没有到很高的要求。后面那个妹妹一直在看你，真的回教国家。你算多了，没有要饭点露的。不然。凉拌都是最快的。我就要去酒店上班了。他们那个店是挂花厂，看你觉得漂亮，喜欢你就挂你挂花。我看我今天会拿多少花，会到上面半个。会走出来没？你就把花用公费怎么买？像是台湾的酒店那样子，但他们是一个公开的场所，不是那种一个一个包厢的。然后女生让你可以表演啊、唱歌啊，大家喜欢你，我觉得你是漂亮就挂它。换什么房间？用几个亿来装修的房间。那我什么时候要上班？干嘛？还想上班？我要上班。我怕我迟到，我刚刚想去哪？那个小姐妹到站了这里。我要上班了，可以上班了。我等这个等很久了。我们是来探班的。这个男生陪我上班了。我要人带我教我，好认真学习。我真的要认真学习，我真的要上班的。照着开心，我搞不好真的换行业。真的。你好，现在真的都在看你的影片，那你教我们一下，真的。我教过了，因为我也要来而已。通常我们是这样的，我们会带一小姐进台，如果顾客说 OK 了，就一起坐。坐完就是陪他喝酒啊。那那个去台上给他画画什么的，画诗歌什么的。那我现在怎么办？帮你来做表演，来做唱歌。我现在做小姐，要变歌星啦。这里是化妆间，先拜拜吧。我不拜拜，我帮你工作。这个像是金色的，不要这边。我看这个古装装。你要不要跟学姐拜一下码头？不行，人家学姐不想拜码头。Hello， 是来上班的吗？对。你们怎么打扮？我都是跟公司给的衣服。因为他们是老师，就像我看过办公室，所以我就在这边换。你化了一个装扮就已经是很漂亮了。你要告诉我要如何融入这里？这里就不用融入我。我一定要融进这里，我一定要融进这里。我想陪人家喝酒。好，就一起吧。你觉得他穿这样比较好，还是要换这件？换这件吧，我觉得穿这样比较好。好的，你们等我，等我，你不要跑。对，在这里上班一年。那这边是有固定薪水吗？还是都是个人给？客人的薪水。哦。你表示，你们看看合不合格吧。哇，开心关了吧？这样可以吗？真的，这样会不会拿督宝抓走啊？老弟，你呢？我叫 Rachel。Rachel， 你好，老弟你好。那我们今天三个人一组，我们现在找客人吗？对。有看到你建议越南，对对，夜场吧，对对，夜场。我们要去陪酒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阿旺哥你好，给钱嘞。
开吗？你视频吗？他是学舞台的。我们今天坐礼台哦。那要不要买筹码给小妹？我今天还是要来上班的。那还上课？要 follow 订阅，要按赞哦。按赞我没有。follow。以后我都吃喝。台湾的一个网络，你说他下不是网红，就能找到。可以跟很多客人玩的，坐下来就可以跟客人一起聊天了，然后就可以交给你小费了。准备了10块给你了。来来，看我也要拿走的。我说你给我，不是我给你的。别喝酒，别啰嗦。要喝一排的吧？最好是啊，喝一排都一样。水果盘来啦！然后就过了几年，我突然就觉得哇，变了另外一个人了。比较漂亮吧？漂亮，然后说的是就不管别人说什么，做自己的事上面。我卡到二课了。我想问一下，你那两首歌，来说唱这首歌。我要唱歌了，把店给砸了，你要救我？没有，我店里都跑。对呀。哎，我都要被点走了，我等一下晚点回来陪你。当然还有一位超级美的美女特别来宾，我终于看到你的真人了，漂亮吗？太美了，那你跟我一起唱，来。没想到你是歌星的料，还不错，听吧，帮我赞，太多了吧？他比较厉害，第一首歌就是太多了，总共是3800，3800元马币。哎、欸，今天有赚头，有赚头。我们现在上来二楼，因为有粉丝在点台我们。你今天被点了3次，3台，今天唱歌赚最多啦！Hello， 大家欢迎谢爷，谢。有说到做到啊，有哇、啊！谢谢，还有给我，真的有啊！谢谢。哎，唱都不好听，没办法、啊。你唱的很好听，还有夸好放给我。
常上班哦。谢谢耶。我先算了4800马币，分一半给店家，对2400。今天很开心，这两个姐妹拉木还有 Rachel 陪我，今天我赚到一些钱，我答应就是要分给我两个姐妹，一起出生入死，好吗？5890，给你们两个1000块啦。不会，谢谢。谢谢我的姐妹们，大家来一定要找卡宾跟 Rachel， 她们是照顾我的好姐妹。她表现怎么样？她很有自己的性格，穿到这样子勇敢，所以这样算是还 OK 的，通过的。通过。那来这边的小姐要注意什么东西？要化妆那些。哦，一定要化妆，要穿漂亮的。她们是非常在意自己的外观，有这个责任感，注意自己的工作上面的态度。感觉今天完全来到你的主场。这就是我主场，第三个。好的，今天赚到钱喽，开心，成功成功。新任务，稍微玩一下，因为我只会放假碟而已啊。小姐，这个时间不可以回。那到几点钟才能回家？3点。我们提早走，因为钱赚太多了。拜拜，今天是他。不是，不是。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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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都是你啊？这个不是我啦。我怎么突然坐到你手？马来西亚最近的经济不好，最近都会比较少人。我们今天还赚了2000多。马来西亚经济是靠我帮你们起飞的，因为我今天分给那两个女生，这两个分给你们两个。哎，怎么剩300啊？啊？你后来又多给他们？给你们两个1000块啦，你们一人一百五，先算钱，对，就打出去了。Lux 今天这样的表现成怎么样？可以给我评分吗？太厉害了，专业的还要再专业了。真的吗？这个骗不了嘛，你搞到人家都不知道你到底是艺人还是一边上班的。